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家这个房子的格局啊，总共是76.2平方米，两室一厅，厨房，厨房里边还有一个小阳台，这边是一个小卧室，客厅看的是比较大的，但是这前面是没有阳台，这边是大卧室，一个洗手间，一个卫生间，卫生间是比较小的，这种分离式我特别喜欢。这边就是门口了，介绍完了啊，走吧，走吧。这个房子是在2010年4月23号买的，当时首付了是58000块钱吧，然后再加上一些税款啥的，我们当时是没有钱，所以选择的是按揭贷款，10年的按揭贷款，每个月还800块钱。但是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，这边房照就是一直没办下来，所以银行贷款也没有。12年之间，我们一次房贷都没还过，就相当于花了58000多块钱的一个首付，住了12年。要是租房子都没有这样合适，是吧？这幼儿园都重新装修了。10多年前我们在这边买房子的时候，这边的路都没有修这样的，就特别破，一打车往这边来的时候车都不愿意来。看看这几年的变化，这边吃的啥都可多了，而且从这到市区还是比较近呢。还有这家我特别喜欢吃的烧烤，尾款还差55000是吧？那你这部尾款是今天结是吧？不是，我不想结，因为我们要结的话，房照现在不也不能马上下来吗？走这个，再走按揭贷款。我们是现在贷不了。那你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去要那个钱是什么意思？找他吗？就是我把钱要过来之后上你们这边交接，要全款给你们，你们给我们出房照，而不是说我们就要过来钱上你这儿，你们能给办房照办按揭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就开玩笑一样吗？咱们还是走那个贷款程序，知道不？因为你那所有手续都齐全了，银行才能给你放款，明白吧？到家了，刚才顺路去办了个身份证，又抠了抠嗓子，做了个核酸，抠嗓子。昨天我们两个去之前的房地产公司，把一些税务钱全要回来了，好像是按揭贷款的什么的一系列的钱，7000多块钱。然后呢，本来是今天寻思到这边，如果说办房照按揭的话，我们把这钱就交给他们。但是他们的意思可能是按揭的话，需要银行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解释一下具体怎么回事，然后给他留了个电话号，到时候会联系我们。我估计是按揭贷款暂时还是办不了。我们两个的想法呢，就是暂时还是不想办全款的，想办按揭的，一个月还800块钱，其实压力也不算大哈。那在10多年前，可能800块钱比较多。现在身边的朋友买房子按揭10年以上的，好像都是达到1500到2000左右了。瞅瞅我姑娘这家伙吃面包还蘸着花生酱，这还有点草莓，再不吃就坏了，榨个果汁喝吧。前两天在网上买了一个随身携带的小榨汁机，正好派上用场了。这也是可以充电的，不用插电就可以用。8叶刀头强劲双动力电机，加点牛奶。完美。